然后很开心来参加蓝藻金，来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这边，对吧？不过 TCRC 我们是第三次吧，对吧？可以，很久没来，对，很久没来，两年前吧。然后刚刚其实今天都一直很匆忙。我是台南人，我是台南新营人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是我们鼓手他们从南子开车过来载我，然后我们要赶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车子在路上抛锚，然后那时候已经快三点了，然后我们三点半要到场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超级慌，然后想说怎么办，来不及了，糟糕。然后结果就是有一个，反正之后有警察，就刚好都很巧合，就是警察然后拖吊车都在我们后面，然后好像预示我会发生。对，就是刚刚那个国道警察才跟我们讲完说，你们这个要叫车啊，你们的水箱爆了，没办法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一回头，那个车子就在前面，好像他们安排好了，说明是他们设下的陷阱。对啊，然后就说要收2000是不是？一开始先讲钱，是不是就怪怪的？真的还是感谢啊，就是很顺利，我们到那边。对。对啊，然后刚刚工作人员，因为我们就是坐在那个拖吊车上面。然后我们刚刚那个，我们有绕一个圆环，然后之后我们就跟那个，我们以为是我们团员，我们就跟他挥手，啊，结果就有人跟我们挥手，然后结果发现是工作人员，可爱，谢谢干燥剂，谢谢，刚刚小紧张啊，对，蛮紧张的，没那么匆忙。哦，那我们再来，我们现在应该好一点。现在应该好一点，我们等下尽情的玩。我们今天再来，请他们帮我们尖叫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波尔绿工厂。Oh, my God.
谢谢。